等了七年，歌手曾沛慈继去年十二月发行首张个人专辑之后，今年在粉丝的期待下，终于圆梦，举办个人首场演唱会。开唱前记者会上，他坦言紧张到手一直在抖。其实刚刚在准备化妆跟弄，我的手就一直在抖，我现在还在抖，然后我现在的心跳也是用抖的，不是用跳的。演唱会歌单上也列了包含金曲歌王陈奕迅等多位歌手的作品，很符合最近的社会氛围。他表示，这些年不论是天灾人祸，发生了很多事情，希望能借自己的歌声给大家勇敢的力量。我很希望借着我的歌声能够抚慰到人心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不管是生活中过得顺利或者不顺利，甚至是最近的社会，我觉得真的很需要很多很多好的力量，正面的力量。曾沛慈新专辑推出就颇受市场好评，唱片公司特地送上台北101造型的成绩榜，预祝他的演艺事业越攀越高，并且顺势推出演唱会的限定商品。至于未来是否还会接演新戏，曾沛慈说已经爱上演戏，也认为演戏对诠释歌曲有帮助。除了演歌双栖，他未来也期待能有更多元的尝试。中央社记者张新伟台北报道。